在庄严的日式生鱼片店中，料理长以刀刃划过晶莹剔透的鱼肉片，严肃并认真地对待每一份食材，是每一位料理职人奉行的信念。店名中的板肠指的正是店内的料理长，他秉持着追求新鲜不遗余力的精神，每天从日本产地空运海产，并且秉持现叫现握的原则，每盘寿司都是顾客点了之后当场处理的。招牌北海道生津鲑鱼肉没有过度加工，肉质鲜美 Q 弹又有嚼劲，让你感受到人对自然的尊重与珍惜之情。